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因为我最近在减肥，所以今天就吃素一点吧。噔噔噔噔，煮好啦！零脂肪、热量超级低的荞麦挂面，就适合我这种明面动人且自律的小美女。嗯，满满的面相。嗯，没看见吧？我跟你们说，吃肉是可以长瘦的。话说得好，吃干抹净，物归原主，角度都一模一样，完美。妈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外婆卤的鸭肠头，这味道满满都是回忆啊！呜、哦，外婆的味道，得配上三碗大米饭才够，而且还脆脆的，卤水的香味和麻辣味融合在一起，哇，人间美味！不要减肥，减掉了福气会倒霉。比拇指还粗的龙虾尾壳还这么的薄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。咦，这龙虾壳这么好吃的吗？好东西当然要留在最后啦。嗯，好鲜好辣好过。妈，虾帮你剥好了。在哪买的？妈妈，能留两个给我吗？把它喝了。哦，好。虽然妈妈这么爱我，大晚上给我煮汤，太感动了。只喝汤是不存在的，来点肉。太有嚼劲了吧！配上老妈的浓汤，真的是绝配啊！吃起来又麻又辣，还特别的爽滑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那是什么？锁是个好东西。妈，你进来啊！你进来啊！压缩谷来了，来了。都吃过几回压缩谷吧？味道真的正，就是吃多了第二天，你懂的吧？这个压缩谷我吃了两天才舍得拿出来，辣味刚刚好啊！美味的我要昏厥过去啦！这也太香了吧！嗯，好吃好吃，软骨脆，关键肉还多。肉多不怕痛是吗？啊，不是妈，我说鸭子肉多。让我看看来重新拿个小宝贝。哎，韩美娟的快递。哎，不敢相信啊，居然是零食大礼包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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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！不要说我是吃货，好吃是会遗传的。你拿着快递给我滚出去！妈，这是你的快递。老问我为什么要在床上偷吃，别问，就是因为饿。这个花心牛肉粉可是毛毛姐老家出了名的。来了来了，我真的来了。嗯，这面怎么说啊？口感相当的顺滑，配上3斤的大牛肉。哇，那个美在战斗包，我这次学聪明了，不会再掉了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妈，我睡了。睡着了吗？睡着了。快快快，以我聪明的脑子跟我勤劳的双手，绝对能在最短的时间吃完所有零食。哈哈哈，超大份第二位肉松酥，下方链接同款哟。肉松拌着海苔跟干脆面，料多到我都数不清楚了。嗯，口感太丰富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睡着了是吧？嗯。神秘北极圈，阿拉斯加的3天，水的脸，出现海角的天边。为啥牛妈妈这么可爱？都是马区别的这么大。咦，好浓的肉香味呀、啊！一看就是正经猪猪。哇哦，肉质非常的紧实，这就……我妈在梦游啊。妈，吃面吗？一天到晚吃垃圾食品，你去楼下给我买碗重庆小面过来。都这个点了，哪还有的卖呀？别废话，赶紧去买。嘴上说垃圾食品，还不是看到就想吃。11点了，楼下的面馆早就关门了，只能用这个假装一下了。应该不会穿帮吧？蒋兰说你头发不要可以给我啊。看个电视这么激动，哇，这不就是楼下小面的样子吗？我的面买回来没？买了啦，都给你装好了。吃的这么香，看来是没发现。面条劲道，汤香啦，好正宗啊。和面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。你别骗粉丝了，你的泡面能有我这个好吃吗？我这个才不是泡面，是重庆小面。我这碗才是楼下正宗的重庆小面。上当了吧。妈，昨天冬至的饺子还有剩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打麻将去了，你自己包白菜饺了。
巴菜饺子有灵魂吗？没有，所以还得用这个。这饺子肯定要吃猪肉馅的呀，炸白菜也太没劲了。如果做的不是白菜馅的，会被老妈打。那就伪装一下吧，我这个看起来也是白菜饺呀，没有差没有差。七十五，你昨天吃汤圆了吗？冬至吃汤圆，哇塞，这盘白菜饺真是有模有样的哦。再去拿个醋。你又偷拿肉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包的是白菜饺。你是不是当我傻？为什么要吃兔兔？不让我吃，我偏要吃。兔兔这么美味，怎么能不吃呢？这肉肉，难道你不想吃吗？味道鲜美，肉质紧实，这味谁不爱？你在吃什么？羊腿，给。这羊腿怎么这么小？是小羊腿吗？朋友们，这么大一个兔腿，我一下就吃完。吃这么慢，别吃了，这你不要太过分了。